么东西吃？没有。怎么可能连袋子里面会没有东西可以吃呢？今天心情不好，什么都没有带。那更需要食物啊！心情不好更需要食物啊！在家吃就好了啦。是啊，你有时候在家吃。我说在家吃到死就好了，干嘛要带出来？他就是要听这一句啦，在家吃到死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带出来？好吗？